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今天出了一个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今天出了一个飙游水球高手，也不是今天出的啦，最近出的。来，我们直接抽看看，这个东西可以抽到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次可以十抽，而且还蛮快的。宝石抵用券、应援券，好，抽到我们的海底世界头像框了，蛮简单的。然后重置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没得重置啊？靠腰。哎，重置奖励。好嘞，继续开抽。第二轮也是头像哦，也是头像。这个抽到最后有什么大奖？哎，又抽到了。哎，这次还蛮好抽的。再重置。第三关也是头像，满满的头像啊，各位，满满的头像。这个要这么多头像干嘛？好，还是没中。中了水母头像，我们再重置。然后这一关是这个，这个小奖 ，OK， 持续开抽，剩八张哎。快要抽满了。好吧，哎，是要把所有大奖抽光，就是要抽满的。还没满，还没中。哦 ，OK， 大奖中了，游漂游钻石小礼，还不错。再来，再重置。哦，最后大奖，梦幻海洋篮球造型，哎。这个篮球看起来蛮帅的，对吧？这个篮球看起来还不错。持续开抽，收集不一样的球啊！哎，靠腰，剩八抽。哦，中了！梦幻海游，梦幻海洋篮球造型，蓝银胜领，各位，等一下我们来用这个球打一下。那么各位都知道哦。老爹的最强的球员就是集训神宗哦，我对神宗的爱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，我连老神宗啊，我都决定把这个特效买起来，没问题。所有的角色有特效的，大概也只有神宗有了，神宗一郎，没问题。默认效果，神射手专属特效。好，等下让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帅。你们以为只有这样吗？不止。我对老神宗的爱有如滔滔江水。我们来看这个极神哦，我的应援进度是100%哦，100%。来，启动，再启动。疯狂启动，等级提升，我启动不完，我启动到你会怕，我启动到我会怕，疯狂启动，最后再50张，哎，还剩这个绿衬衣男观众，绿衬衣男观众。绿衬衣男观众在哪里？这个穿绿衣服的，50张。好，哎，没问题。然后
我唯一两只有应援进度的就都是神宗一郎啦，属性升级，升级我们的三分，哦，三分要两颗了，两颗就不要了，来升级我们的干扰，然后再来就超解好了，超解好了，还是弹跳，要哪一个啊？弹跳好了，属性点不够啊，靠腰。好，目前就是干扰、抗扰、传控三分。好，来标准的这个分位的玩法。好，各位，那么现在使用我们的神宗一文打我们的排位赛，来，真的是神宗爱好者啊，神宗一文爱好者，来分位。请各位多多指教，使用我们的海洋梦幻篮球，还有我们的特效神射手专属特效，对面吓都吓死了，吓都吓死了，哇，对面是传奇樱木，哎，哦，传奇的呢，不怕输团队 OK。哇，对面看起来阵容很凶哦，对面是用新三井啊，集训三井，哦，换成藤真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老神宗一样可以应付啊，一样可以啊，何况我们有特效啊，来，不过说实话啦，集训神宗真的是比较强啊，但是老神宗还是能玩的，老神宗还是有他强的地方，再加上特效啊，特别帅啊，反正帅就完事了，懂吗？打球嘛，帅就完事了。有看过周杰伦吗？喂，这个澳门篮球手，哎，那个青田是澳门篮球手，哎，有点嚣张。好，来，把球抢给我。我的队友被推荐到大神观战，这么拽，大神哦！哦，一个天勾没问题，再来。这个青田不是也是大神吗？他要灌了，他要灌了，没有，没有灌。OK， 2-2，该我了吧？靠，这个木。哎，吉木啊，你在干嘛？传个球啊，老哥！我是天才。好，2-4。这个木该不会不传？还真的不传呢、欸。好，没人防守。7-4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特效啊，那个篮筐，那个紫色，好帅哦！哇，哎，没有人守藤真哎，妈的嘞！哎哎，我靠，我靠，怎么了？糟糕，7-9，怎么会被超球啊？我的天！进了，4-9，漂亮的反超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，老神宗还是能玩的，只是那个藤真没有人守啊，是不好守，是不是？他要灌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哇，好，没关系，10-11，还有机会。没进，又没进，讨厌！我是篮板王金木花道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尽量把球传给我。哎，这个顶了两三球了，该进了吧？现在靠哦！什么？好交代他吊球。尽量把球传给我。顶了两三次还没进，该进了吧？好，没问题。空位三分球，13-11。
十三比十三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又进了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？我地上的那个圆圈圈啊，快要变一个神了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传奇一幕是吧？不过他篮板确实有点强。不可能！篮板！我干！哎，这个一幕很会抢哎！这个一幕真的有点，这个一幕真的有点会抢哎！不过不紧张。不过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真的不紧张。又进了，轻轻松松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文老布，我已经有一个神了，没再怕他了。当这个神出来的时候，对方就GG了，知道吗？直接开打，我早就等不及了，我早就等不及了，看看这个特效，就是这么快。就是这么帅，不是快。篮板，我才是二比二十，怎么看我们都赢定了。尽量把球传给我。哇靠腰，拍谁？干，那个樱木怎么可以跳那么远？完蛋，落后一分，完蛋，落后一分。传得好，有了，严重干扰照进啊！我这可是神啊！严重干扰算什么？我两个严重干扰，不，我两个神啊！要让这个藤真不能投三分了、啊。我发现都是藤真在进攻啊，我们死守这个藤真。OK OK， 让他打两分，让他打两分。我三分超稳，没在怕，一样进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？当这个神的圆圈圈已经形成之后，对面就已经不是对手了。何况我有两个圈圈，不会进。哎，靠腰，二八比二八，再来，跟我比三分，又进了。严重干扰，算什么？准死你呀、啊！恶心死你呀、啊！还想投三分吗？他还想投三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他们只要不能投三分，他们就输定了。好，三一比三十，我们再进一颗，他们就输了。再进，哎、欸、干，妈的，竟然没进，完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剩16秒，聪明的我决定打两分了，决定打两分，这一个太好了，没错，我就改变我的想法了，怎么样？守住这一球就赢了，严重干扰你怎么进？你以为你是我啊？你以为你是我？你以为你是我啊？靠腰，这两，完蛋。投啊！你投啊！哎呀，剩两秒，没办法，莫名其妙延长了。啊，再来！加油，赤木，这球很重要。哎，阿干，你连跳都不跳，你连跳都不跳。尽量把球传给我。进！什么？干你老师，完蛋！我太大意了，我想说他盖不到，完蛋啦！我想说他盖不到，说好险！尽量把球传给我。我现在没有神了，怎么办呢？尽量把球传给我。这个赤木要打，给他打了。先不要打三分，我没有圈圈，我怎么投啊？哎，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，太好了，我有大。最后一刻，最后一刻使用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太好了，果然还是要靠我啊！这就是不停练习的成绩。这十五秒赢了，我觉得应该赢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赢了。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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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是要靠我超球，赢了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各位观众，老神钟一文就是这么狂。哎呀呀呀呀 ！MVP， 今天这么一遍就到这边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